说到男人的梦想，怎能少了一台皮卡？在我身旁的这一台，就是全球销售突破1800万辆，台湾车迷引颈期盼的 Toyota Hilux。自从这个1968年初代目的 Hilux 呢出现之后呢，就以它的这个 SUV 的空间性能，加上这个翻山越岭的 Off-road 性能呢，获得这个大家的喜爱。哦，尤其是呢它的这个高妥善率以及这个易维修保养的特性，那么面对这个极端的气候以及地形环境等因素呢，都能够克服也能够胜任，因此受到全球车迷的欢迎。而我身旁的这台呢，就是由和泰汽车所引进的第8代小改款 Hilux 车型。那么可以看到它这个漂悍的车头设计呢，有着这个 LED 的灯眉，还有双鹰眼的大灯，看上去呢炯炯有神。而上下双层的这个气坝设计啊，比对手看起来呢更具有这个层次感。那么这个 Hilux 呢，在这个 Toyota 的车系里面呢，其实是属于中型皮卡，所以它的不论是车身轴距或者是尺码呢，都更适合在台湾的道路使用环境。那么我们从整个车头望去呢，其实它就像个肌理线条相当强烈的 SUV。当然，它的这个 C 柱之后的货斗呢，才是 Pickup 的精髓之所在。810公斤，最大承载重量呢，其实就足以应付这个一般的日常生活所需。可是呢 ，Hilux 厉害的地方呢，不仅止于此哦。即便是超过3倍的重量呢，基本上 Hilux 都能够身负重任，使命必达。那么可以看到，在这个货斗的上方呢，也就是在这个 C 柱的后方，还有一个黑色的金属防护架。其实呢，这也增添了 Hilux 它的整体的霸气程度。那么另外呢，原厂呢也有呢提供这个后脱钩的这个套件组合。那如果需要的车主呢，也可以呢向原厂直接做购买。坐入车内呢，其实它的整体布局呢，就跟 SUV 呢其实是大同小异的哦。双环的仪表搭配中央资讯幕，所有的这个操控按钮哦都相当的就手，而且操作上呢也简单易懂。那会有这么熟悉的原因哦，不因为别的哦，就是因为它是你我最亲切的 Toyota。那么当然也不免俗的，内装的这些材质呢，就会采用大量的这个塑胶来做铺装，这点倒是真的是无可厚非。不过呢，这个要值得赞许的呢，就是这个中控的这个萤幕，9寸的4G 旗舰主机，包含了这个 Drive Plus Connect 系统哦，具有 WiFi 联网的功能，同时呢拥有这个智慧导航，以及提供及时的车况以及停车资讯的。最重要的是，它还有一键的24小时道路救援。另外呢，同时还搭载了这个同级唯一的 PVM 环境影像系统。这个环境影像系统啊，对于这个车身尺码较大的 Pickup 来说呢，在停车的时候呢，相当的方便。那另外呢，尤其在这个陡坡前进的时候哦，那我们基本上是看不到前方的障碍物，这个时候环境系统呢，就可以帮了我们很大的忙。那么在安全防护的部分呢，这台 Hilux 呢，采用的是 BOA 的高刚性的车架来打造的，同时呢，也拥有这个同级唯一的7颗气囊，是最多气囊数的 Pickup。那么另外在主被动安全的部分呢，其实零零总总加起来有28项，其实相当的完善哦，包含了这个 ACT 的主动巡弋跟车，那么还有这个车道偏移警示以及辅助，另外呢也有这个 EBS 的紧急刹车辅助等。那同时呢，当然一些基础的陡坡缓降以及斜坡起步呢，通通呢一应俱全，都有在这台 Hilux 里面。而到后座呢，其实可以发现呢，它的这个着座点呢比前座来的高，因此呢它的视野也比较好。虽然呢是为皮卡的设计，但是呢其实它的这个空间表现呢其实还是不错的哦。头顶的部分呢大概有1个拳头的距离，而前方呢大概有4根指头的距离，而且前面是这个我的标准坐姿。那以我的体型来讲呢，对于多数人来讲应该都没有问题。那同时这边呢还有一个后座的冷气出风口哦，相当的方便哦。另外呢，在这个4个座位呢都有一个手把的设计，因为这个 Pickup 的这个车高呢比较高，所以呢借由这个手把的设计，我们在上下车的时候呢也更为方便。引擎动力呢采用的是2.8升直列4缸的柴油涡轮增压引擎，177匹的最大马力在3400转的时候能够产生，而它的最大扭力呢则高达45.9公斤米，那么在1600转到2400转呢都能够爆发。6AT 的这个变速箱啊，搭配的是3种的行车模式，有着 Eco、Normal 跟 Power。
4WD 的四轮传动系统呢，在一般道路行驶呢，你可以做 2WD 的前轮设定，那要进入 Offroad 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转为四驱的设定，同时呢还有高低速两种选择。那么另外呢，低速的 L4 档呢，其实就堪比加力箱的效果，再搭配这个后轴差速器的锁定按钮呢，那同时呢可以让四颗轮胎呢拥有同样的动力输出，因此呢对于泥泞脱困来讲呢是相当的方便。和泰这次呢引进的是这个 2.8 升的 Hilux 动力规格啊，那为了就是让这个马力跟扭力呢都跟其他的对手呢在同一个水平。其实说真的，这台车在一般的市区道路呢开起来就跟一台 SUV 哈没什么两样啊，甚至可以说它 45.9 公斤米的大扭力呢，这个油门轻踩，其实这个贴背感的感受呢其实还非常的明显哦。那么你说它脱曳负重呢，我相信它一定都可以胜任。那至于在山路之间哦，虽然它的这个车身尺码比较大，不过呢在这个驾驭的过程哦，你转动方向盘的瞬间呢，其实是不会有笨重或是不灵活的感受哦。那主要呢还有再加上它有这个 PBN 的环境影像系统哦，这个呢除了你一般停车的时候很方便之外，万一你如果进入一些比较狭窄或是紧绷的巷弄道路啊，其实都非常的好用。那么现在还有28项的这个主被动安全啊，如果你在高速公路上呢还可以开着这个 ACC 的定速巡航以及这个车道的偏移辅助呢，都可以让你呢轻松驾驭这台 Hilux。 那说到这个 Hilux 的悬吊反应呢，其实它的悬吊反应非常的直接哦，那说好听一点呢就是它的路感非常的明确，不过呢说白一点呢就是呢它的这个弹跳感呢特别的明显哦，尤其是呢你这个在颠簸的路面或者是这个高速行驶下呢，这样的感受呢更加的强烈。那么另外呢，尤其像现在这种午后的雷阵雨暴雨喷泥的状态呢，好，或者是说你要进入 Offroad 的时候呢，都能够开启这个四驱的系统。那其实开启这个四驱系统呢其实相当的简单啊，时速100公里以下呢通通可以直接由二驱转为四驱，那么你要转为更低速的低速四驱呢，那么就必须要刹停好，然后呢要转到空档才能够做调整。那么另外再搭配这个后轴差速器的锁定啊，那么轮胎呢四颗轮胎可以同步的转速来进行运行，动力呢也会这个平均的分配到四颗轮胎上面，这样子呢并不会造成说有一颗轮胎空转浪费动力的状况，对于这个泥泞脱困呢就相当的重要，也相当的有帮助。而这些操作呢都相当的简单，所以对于一些皮卡的新手啊，或是一些 offroad 的越野的初学者来说，这样的设定呢都相当的方便。那么另外呢这台 Hilux 呢还有一个特性，就是开不坏摔不烂，再加上呢它这个保养哦又比其他车子呢来的方便又便宜哦，所以呢我相信呢如果想尝试皮卡的朋友们， Hilux 真的是一台不错的车子。说真的，你离梦想到底有多远？这回和泰汽车把 Hilux 带到你的面前。说真的，这一台车呢我不建议它是你人生的第一辆车，但是呢它绝对是你梦想清单里面必要的一台车。如果你想要带着家人真正能够上山下海，在末日的时候亡命天涯，那么就应该选这台 Hilux 让你圆梦。Like the sun through the pines, in a solid space, in a cup full of time, in these orderly ways, in this disorderly life, I let go of my hand in the jar. I let go of my hand in the jar. I let go of my hand in the jar.